大福五花肉吗？太哇塞了！我给他99.9分。我要开瓷器饭。来一口南昌拌粉。我真的超级喜欢吃南昌拌粉，带硫磺，还有人没吃过南昌拌粉，我都会伤心的。里面还有很多花生，这也太顶了。太好吃了，吃的也太远。今天吃的组织食欲大，两个小甜品，满满都是酱，里面还有肉松，没吃过也再来一次。